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下野返乡，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这次看似正常的职务变更，却引发了蒋介石与李宗仁自二人结识以来最为激烈的对抗。1949年4月11日，代总统李宗仁突然让人给蒋介石送来一封请辞信件。一天之后，李宗仁给蒋介石送来自己的第二封请辞信，信中说，无论和谈成功与否，宗仁均决心隐退。李宗仁接连两封请辞信送达西口的时刻，距离国共双方和平谈判正式开始只有一天的时间。作为国共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李宗仁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提出辞职，似乎别有深意。收到来信的当天，蒋介石就在家乡自己的居所提笔给李宗仁复函。在信中，他用近乎谦卑的语气表达了对李宗仁的坚定支持。蒋介石说，今日之事，唯有恢复革命精神，集中全党力量，共同一致，拥护吾兄与敌人奋斗。此时在家乡看似深居简出、四处游览的蒋介石，却从没有减少过对于时局的关注。他知道李宗仁此刻的请辞并非真心，而他自己在信中表达的对李宗仁的支持也绝非真意。下野返乡的第二天上午，蒋介石沿西口的长街徐徐步行。这一天是星期日，蒋介石此行的目的地是五岭学校，那里有一个他出资建造的小教堂，蒋介石要在教堂做回乡之后的第一次礼拜。22年前，1927年12月1日，40岁的蒋介石迎娶了30岁的宋美龄。结婚前，为尊重宋家的基督教信仰，在妻子宋美龄的影响下，素来笃信佛教的蒋介石开始接触圣经。3年之后，43岁的蒋介石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就在下野返乡的当天，妻子宋美龄从美国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她在电文中这样安慰蒋介石说，此次下野如系上帝旨意，使兄有一休养之机会，继续为主为国服务，请读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宋美龄希望蒋介石能依靠信仰的力量度过一生之中最为困难的时刻，但此时的蒋介石情绪却并未像妻子想象的那样糟糕。很难看到说他日记里记得特别沮丧，就是沮丧到就是说，我不要活了，或我要自杀之类的，都没有这样的，都是说，啊，很挫败，或者我父母还养我，对吧？我是人子。就是上帝的天子，天之子，那么我应该就是要好好活下去，还要继续奋斗。就原来讲一个累战累败，蒋介石基本上就属于那种累败累战的那种，我觉得他不太怕挫折。在蒋介石看来，自己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仍旧是国民党总裁，他的手中仍旧掌握着足以与共产党抗衡的筹码。下野之前，蒋介石曾制定了庞大的扩军计划，打算在3到6个月内训练新兵250万，全部恢复原有的120个军的建制和番号。
渡江战役开始之时，国民政府仍旧占据长江以南全部地区，空军与海军的优势更是共产党所不具备的。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仍旧具备较强的实力。然而时局已经不由蒋介石掌控，持续多年的内战使得国内反战声浪日益高涨，曾经支持过蒋介石的国外力量基于自身利益也纷纷放弃对蒋介石的援助，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成为当时各方力量的心声。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则成为国民党主和势力所期盼的和谈主导人物。蒋介石在准备下野的时候就找到李宗仁说，你同共产党谈判，共产党不会同我谈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间也讲，他同蒋介石讲嘛，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你出来怎么地也好一点，至少共产党比我们逼不会逼得这么紧。李宗仁想谈判，他的目的是想划江而治，他想让桂系能够掌握长江以南的地盘，将来国际形势有变，他也想统一中国。说李宗仁谈判倒是比较积极的。就在蒋介石返江的当天，刚刚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随后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和谈代表团组成，一场关于和平的谈判已经蓄势待发。距离1949年的农历除夕还有一天之时，一个来自于南京的消息让蒋介石越发感到时局的紧张。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愿意以毛泽东所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国共双方的和谈。而所谓的8项条件中，第一条就是惩办国民党战犯，而根据战犯名单，蒋介石为头号战犯，李宗仁则排名第二。战犯的身份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但是他仍旧同意李宗仁与共产党进行谈判。蒋介石为什么要同意李宗仁谈判呢？就是争取时间，希望在谈判期间就解放军呢不要再进军了，这样的话他在长江以南有时间重新整顿军队，这样的话呢等待国际形势有变，这个时候他能够稳住江南再向江北反攻，他的目的是这个。他明白谈判根本谈不成，他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时间已经无法拖延，就在李宗仁同意谈判的前一天，1949年1月26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这次会议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主持召开，历时7天，主要的目的就是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就在会议召开的同时，第三野战军一个团南下，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等地，席卷江北，印马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3月3日一早，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赶到宁波丽舍机场，他受父亲委托专程到机场迎接蒋介石的老部下张治中前往西口。张治中早年追随蒋介石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其后与蒋介石一起北伐，追随蒋介石20余年，深得其信任。但是此次张治中奔赴西口拜见蒋介石，却是受代总统李宗仁的派遣。
自从就任代总统以来，李宗仁为了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想尽了办法。作为排名共产党方面宣布的43名战犯中的第二号人物，李宗仁首先要知道，共产党方面是否愿意与自己谈判。1949年1月28日，李宗仁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刘仲荣前往北平会见叶剑英，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秘密接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联合起来反蒋，其实讲起来这也是缓兵之计，目的是你当时白崇禧也提出来嘛，解放军不要向华中推进了，我们联合起来反蒋，但目的是什么？把蒋介石赶走之后，他跟共产党平分天下，这个能办到吗？3天之后，李宗仁亲赴上海，邀请严惠庆、张世钊、江庸等人会商，希望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试探中共和谈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同桂系谈判可以，但桂系必须交出政权，解放军对桂系呢可以采取宽大政策，当时说得很清楚了，谈成了我们唱着歌过江，谈不成我们打着炮过江，反正是要过江。在得知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之后，李宗仁正式开展和谈准备工作，成立了由张治中等10余人组成的和谈方案起草小组，以毛泽东所提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讨论。然而随着和谈计划的逐步展开，代总统李宗仁赫然发现，和谈的一举一动仍旧脱不开下野总统蒋介石的关注，自己仍旧生活在蒋介石的阴影之下。尤其是这个中央军，李宗仁根本指挥不动，再一个特务系统，李宗仁也指挥不动。第三条呢，就是人事任命权，不要说任命一个省长，连任命一个专员都得是蒋介石下令，要不然李宗仁非常气愤嘛。1949年2月14日，李宗仁给中央银行总裁刘公云下达命令，命他不得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往他处。刘公云对此没有答复，因为刘公云知道中央银行大部分库存黄金早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就被蒋介石下令运往厦门、台湾等地。身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一方面在行政上无法指挥行政院，另一方面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共决战又无钱可用，境遇极其尴尬。此时身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却显得极为从容。自1906年外出求学之后，蒋介石一生大多数时间在外奔波，极少有时间与家人亲友相聚。如今下野返乡，蒋介石在处理政务之余，以近乎贪婪的心态享受着家乡的一切。蒋介石后来曾在日记中这样描绘自己在家乡的经历：在家游览故乡山水，视察民情，凡昔日想游而无暇，以及少年已游不在其意者，一如上帝特赐于下野，享此幸福也。故时时感谢上帝，而凡以出山为虑矣。声称不愿出山的蒋介石，却在自己下野40天之后，迎来了李宗仁派来的专门沟通谈判内容的张治中。在国共和谈的过程中，蒋介石的意见似乎仍旧举足轻重。蒋介石他那个控制局面，就是一方面是他自己还有一定的职权和责任的，而蒋介石自己也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不能这个把党给亡掉了。就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其他的人他们还觉得相信蒋介石是权威所在。蒋介石将张治中安排在妙高台别墅，与自己同住同游，朝夕相处。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蒋和我们早晚起居都在一起，白天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真是无所不谈，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然而表面的开诚布公之下，张治中等人此行还带有李宗仁的另一项任务，劝说蒋介石离乡出国。在与蒋介石交谈的过程中，张治中等人寻找机会委婉地向他进言，劝蒋介石出国以避免社会中对他干涉政局的攻击时，蒋介石却回答说，我绝不出洋，我既隐退，是一个平民，有居住自由权。他那个时候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就是要出国，那么关键的时候他绝对不能走的，你走的话本来就位置都空了，你再出国回来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1950年在台湾复行逝世之后，蒋介石曾这样解释自己当年拒不出国的原因，老实说我实在没有面目见人，本党的组织崩溃，国家纪纲的废弛，我认为这真是我做领袖的奇耻大辱。在溪口与蒋介石一起谈了8天之后，张治中等人返回南京，向李宗仁转达蒋介石的口信，总裁决定5年不问政治，他以在野之身帮助李代总统成功及党的成功，李代总统是党中干部，要拥护总裁，接受总裁领导。这一天清早，溪口的妙高台别墅又一次迎来了访客，国民政府和谈的首席代表张治中第二次来到奉化拜访蒋介石。此时距离他上一次来这里又过去20天时间，这20天里以李宗仁为首的国民政府针对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拟定了一个和谈复案，为慎重起见，李宗仁决定仍由张治中赴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这一次蒋介石仍旧与张治中四处游览，他对张治中说，我已有40余年没有在故乡久住了，倘若和谈能够成功，天下能够太平，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我得终老故乡，那简直如神仙一样了。蒋介石在简略地谈了些对复案的意见之后，就向张治中表示，和谈大计应由李宗仁领导政府同仁全权处理。蒋介石让李宗仁继续坚持谈，就是要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赶快整顿军队，他认为至少能争取几个月的时间。共产党方面对于蒋介石的用心洞若观火，就在张治中在溪口向蒋介石请示的同时，为配合和谈，加速国民党政权的投降步伐，渡江战役总前委着手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全线渡江作战。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准备开始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刚一下飞机，张治中就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张治中到了北平之后讲，我们过去是兄弟之争，当时周恩来明确讲嘛，我们不是兄弟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7天的谈判，国共双方在承办战犯、军事行动及军队改编等问题上仍旧存在相当大的分歧。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张治中。当时已经明确讲了嘛，
李宗仁如果接受八条二十四款，可以安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白崇禧还可以继续带兵，但是你的军队必须改造。当时提出两条嘛，政权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你要保留你原来的政权，原来的军队，这根本办不到。谈判无论成功与否，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必然过江，划江而治已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此时的李宗仁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于是李宗仁在四月十日和十一日连写两封请辞信，希望辞职，请蒋介石再次出山指挥。此时蒋介石十分清楚，国内政局比自己下野之时还要复杂，他已打定主意绝不出山。他托人转告李宗仁，只要其能共同对共，无论何战必全力支持，如其要求于出国，亦可容其考虑也。1949年4月13日清早，蒋介石率领全家和侍从人员踏上了寻访四川盐的行程。在四川盐，蒋介石特意命人拍照留念。四川盐位于蒋介石家乡奉化四明山脉中心，是历代文人墨客游览四明山时必去之地。在家乡的岁月中，蒋介石曾多次在日记中表示希望有机会赴山中寻访四川盐，而他最终决定出行的这一天却极为特殊。这一天，国共双方和平谈判的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周恩来作为共产党首席代表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并声明4月20日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给予明确答复。张自忠问嘛，这是不是最后通牒意味着我们只能说是还是不是？周恩来讲嘛，反正这是最后的文件。张自忠说好，也干脆，就是最后通牒嘛，那还有什么分歧的？就是向他提出八条二十四款，限他4月20号下午签字，不签字就百万雄师过大江。这天晚上，回到慈安的蒋介石像往常一样撰写日记。在日记中，他几乎是事无巨细地记下了此次游览的经过。由北溪经大禹至石川，其情形大略与沈明臣游四明山所述者相似，但并未有如此美丽与险峻而已。日记中，蒋介石的笔调似乎在刻意回避着北平的那场关于和平的谈判。或许那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这次谈判与自己再无关联。